大家好，我是小爽。马上过年了哈，我让车间工人哈紧急给你们加工了一专门新年用的床单，铺上以后又喜庆又好看，走去看一看。看一看哈，这个叫豆沙色繁花，这个名字叫繁花。哎呀，你是不是想起来啥了？对，现在都喜欢看，是吧？特别是这个花型，就是铺到床以后，你看多清新呐！最主要的哈，你看到没有？床尾处的这个千鸟格，就像一个小蕾丝边一样的。你看，修饰这个床型，床尾处特别好看，它很精致。往床上一看哈，前面这边哈也一样，有一个小千鸟格的设计，它一样像小蕾丝边一样的哈，它很好看。而且上面蝴蝶结，底下小碎花，哎呀，这真的这过年里面真的要富贵花开的样子哈，太好看了，一定记得。繁花这一款是雨花石，有没有感觉很轻奢又清新，特别好看，是不是？就是过年亲戚朋友来家里面，就你看你的床上整整洁洁，就是为什么叫雨花石啊？你看到没有？跟一种小石头一样的哈，就是花型也很好看，特别漂亮，还很精致。姐妹们，不管你们家里面是新房还是老房，不管你们家里面什么样的装修，就这个还有刚刚那个繁花，这两个必须入手。对，过年了，太好看了。过年了，换个新床单哈，今年新气象。嗯，太漂亮了哈！这个尺寸给你们做了是加大的尺寸，2.3×2.3的，1.5米、1.8米、2米、2米的床，通通全部都是可以用的。铺床上以后整洁大方还漂亮，三面往下轻轻一垂，你看这床单多好看哈！你猜像这样的床单，你们在外面是不是要花80-90块钱？这是咱们自己工厂里面的货哈。为什么说好多朋友们一直在盯着小爽家里面出新品就要呢？因为咱们家里面全部都是加厚磨毛的，又软又舒服又透气，吸湿吸汗还得劲。像这个款式铺床上以后简单大方，不多说了哈，这是咱们自己工厂里面的货，今天49.9块，不要了，给你们每个人立减20块钱，到手29.9块，赶紧去看一看吧。小爽家的床单好不好？等你们收到手就知道了。哎呀妈呀，太舒服了，就像小姑娘的皮肤一样样的，很嫩很细腻。